请问你是蝶仙吗？不要玩了啦！怎么办？蝶仙，蝶仙 ，Can you please go home？ 啊，不可以！怎么办？不可以放手，放手要跟你回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哟，怎么弄啊？那条蝶？骗我哈！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嘛。如果你要知道真的还是假的，一定要收看这个星期天晚上8:30的《明知故问》哦。真的假的？讲讲讲，真的假的？